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。聪明。翟啊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 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嗯，试图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。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不不，我怕他跟屁股。哦，你死定。比心。等等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